提醒您本期看点：好六嗨完夜，精彩不停歇。有点默契的他们是谁？心有灵犀一点通。下一题，我老婆吗？是吗？嗨，高莹莹、高欣欣、高球球，三个字，影视剧。这是个什么？蛇死了，很火的剧《长相思》。回答正确。有点心思的他们是谁？甜蜜撒糖全场。我简直像在现场看《装腔启示录》，给女生下套，爱的圈套。迪哥，你是浪漫过敏吧？我们以后会变朋友。喂，有人扰民。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中间歌词有很多牵呀、打呀，然后两个人距离越来越相近，有这么多心思，直接表白不好吗？累死我了！还有为爱对决的他们。喂，妍妍，现在老秦要泼他。哥哥，对不起了。你还想不想见你嫂子？就看你的表现了。321看这边，321看这边。啊！泼呀！我赢了，我赢了！真的，我现在脑子里一片空白。不是应该脑子里一片圆吗？321看这边。哇！对不起。他快得我连眼睛都来不及。更有点帅气的他们，高能挑战荷尔蒙爆棚。金城曦挑战3.5米，挑战成功，3.5米，漂亮。4.1米，挑战开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What did happen to the last 10? I ran away with my life, fast forward, never turn back again. It's kind of funny that the more we pass time, the more we need to set the rewind. And 19 was the year I had to leave you, but now I'm seeing all the signs.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m just as surprised as you.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 too sure, but one day I'll be yours again.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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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一号星期六，精彩看不够。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好货好价淘不尽，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欢迎各位。今天是我们1年1度的好六嗨玩夜，有很多老朋友、新朋友来到我们的好六街。首先欢迎我们文静回家，哇，一声尖叫。吓我一跳！今天文静的身份比较复杂啊，她一方面是我们好六团的这个成员，同时也是带着作品来的。今天我们有3个非常优秀、非常重要的作品要给大家介绍。那首先呢是欢迎我们的赵又廷。Hello， 大家好，我是赵又廷。毛晓彤。大家好，我是毛晓彤。两位呢为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剧，叫做《问心》，这个是医疗题材的，有很多专业的知识。对，我在里面演的是心内科医生，名叫周晓峰，然后小童。我是 GICU 心外重症监护室的医生方小然，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我们这部剧，也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哎呦，这个祝福太好了，谢谢。问心，大家多多支持。另外呢，风起西洲，欢迎我们的娜扎。Hello。我在那个《风起西洲》里面饰演的是库迪琉璃。Hello， 大家好，我是许魏洲，在《风起西洲》里，我饰演的是裴青姐。那接下来我们欢迎我们的《装腔启示录》。Hello， 大家好，我是韩东君。在《装腔启示录》中呢，饰演的是一位看似什么事儿都666，但其实呢就想找一个人长长久久的徐子璇了。哎，大家好，我是在电视剧《装腔启示录》里面腔调装的很溜，在好溜街上游戏玩的很溜，今天整个人就想666的一个大写的六，大写的六。 好嘞，好嘞，好嘞，是不是？好嘞，好嘞，好嘞，好嘞。那我介绍角色的名字，中间还卡了一下壳。哦，对，唐颖，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刚那个就是我做了一个完美的我们戏里的示范，就是这个。好嘞，好嘞，好嘞 ，OK，OK。今天是这样，今天我们有3个这么好的作品来呢，我们也把它分成了3队，因为好六嗨完夜一定要玩得非常开心。是的。那我们好六团呢也有非常厉害的角色，我们把他们分成了3组，其中呢，Mark 跟小童还有跟迪哥是一组，然后娜扎跟周周和弟弟是一组，然后文静、东君是跟老秦是一组。那么你们可以商量一下，要不要先站到一起，然后起个队名，好不好？好。来，哎。 我个人觉得《装腔启示录》可以先来，好，来，你们是炸场子的，来吧，一下好不好？准备好了吗？休息，3、2、1。我们的队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哎，我们的队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哎，迪哥稍微尊重我们一点，好不好？听一下人家的队名，我们这边都要开始了啊！开始，因为他们这个非常的短，所以真的得听了吧？行，认真听，而且还背对着，是不是？这个太过分了吧！来，准备，3、2、1。我们的队名是装秦腔，我们的 slogan 是不要这个表情。 这个叫短平快，我还不如在这儿聊天呢。给了你这么长的机会，是这样。老秦加入了《装腔启示录》，所以他们是装秦腔，然后他们就有高音啊，你知道吗？好，好，下面中间甜蜜向的来了啊，来，弟弟来。啊，大家好，我们的队名是加微信，我们的口号是朋友加个微信吗？ 你看这反应，哦，扎微信，输了。好，来这边来了啊，来炸场子的。大家好，我们是问心，我是有愧，我们的口号是问心有愧，引导你们崩溃。还可以。啊！排练这么久。装秦腔，啊！好，那现在这样，具体今天嗨完夜怎么玩呢？我们请崔林为大家介绍一下。每轮比拼结束之后呢，会给各队发放一定数量的我们嗨完卡，最终嗨完卡累积最少的队伍要接受我们的泡泡挑战。那首先呢，我们马上开始我们今天好六嗨完夜的第一个环节，耶！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好的，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一个小游戏的比拼。那我们这一版的这个心有灵犀呢，非常的精彩，是用表情包来完成的。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规则：每队挑选一个人站在我们这边，用这些表情包来进行描述；另外2位队员呢要站在装置上面猜我们这个表情包代表的意思。每个队呢有3次过的机会。过，好过。 装置上的4根木板呢，每过1分钟呢就会往里抽1根，从台子上掉落的成员呢就不能够继续猜词。如果全部成员都掉下去，我们就算答题结束。哇哦！那首先要上场的就是我们装秦腔的队伍，对不对？上来就是我们吗？来，摆放的是老秦，猜题的是文静和东君。我们就是鞭策。对。哇。 啊！哎哦！这也太……一上去就有感觉了，是不是？那是这样的，一共就4分钟，好不好？好。好，来准备，4分钟，计时，开始。一个歌3个字的歌曲哈，一个3个字的歌曲，咱们一首歌。哇，漂亮！这什么？浪花花，浪心，浪，浪心书，水星记，回答正确。好，是什么？水星记。第二题。 四个字哈，四个字，四个一个歌曲，一个歌，浪，你好想答浪花一朵朵，每一把都想答。对，快！这个他们不一定能理解，这不好理解，多好理解啊！我知道那，我认识那人。星球大战。不是。人浪，浪人缘。不是。多好理解。猴，哎呀，猴球。猴浪舞球。没有猴，浪舞球。不是。是我这没有多标志性啊。弟弟。 海边的探戈，四个字，海边探戈，回答正确。厉害，这怎么猜出来的？问的。下一题，两个字，影视剧。 两个字影视剧啊！啊，好棒啊！这个哇，好棒！王子的新衣。影视剧两个字影视剧哇，太厉害了吧！哎呀，那个现在厉害，对了吗？我不说，看出来没？看不出来。封神。 是不是？猴，哎，人猿大战。两个字。人猿没有人猿。两个字没有人猿。话题，不是。接近。话。新上的封神。回答正确。好，下一题。快老师。 等一下，你得站后面，你往后站，对。好，下一题。快！哎，题在我这儿呢。嘚瑟吧你就。哎，什么？3个字的艺人名。 快去啊！不是，樱桃。第一个是啥 ？cheese， 蛋糕。高，对，哈哈，高英英，高欣欣，高球球，高好，那是一朵。好，这个是什么 ？OK， 高圈儿。我老婆吗？是吗？是。嗨。 你看是什么形状？高圆圆，对，回答正确。哦，嗨，3个字的歌，快！哇，这也好棒啊，3个字。上，姐，一姐妹，回答正确。东君只要一出手就中了，对，必然的，平时也不猜，不猜。 出手就中，加油！好，两个字的剧，2个字的影视剧。一个剧，2个字。野人人鱼和人鱼人抓跳启示录，人抓跳启示录。 不对，2个字，跳下来一个。人啊，东君不能猜了，东君可以陪他一下，扶他一下，对。啥呀？你想想看，他在干嘛？经典台词，这是一个经典台词。狂飙。老莫，我要吃鱼了。哦，好难哈。经典台词，这是一个经典台词。美人鱼。啊。 结束了吧？这没有结束，我脚都没落地。不，他疼啊！哎，老齐，你告诉我呀！你想想看，这是个什么概念？什么是不是要吃鱼？什么要吃鱼？谁哪个剧里面有吃鱼的桥段？人要吃鱼。人要吃鱼，两个字的剧。苍兰诀。两个字的剧，苍兰诀，我谢你。两个字的剧。朋友。 哦，狂飙！好，好，好，哎，他们已经很棒了，掌声给他们！来，小心，小心啊！可以。完了。可以。哎，老秦表述的真的非常厉害。哇！哦，我最喜欢的是封神哎，他拿到那张脸就一模一样，然后是当王爱上了一只狐狸，结果对方说是画皮，我真的会谢，也没毛病，只能说最近没跟上。 好，接下来要上场的是问心有愧。我们要比划的呢是迪哥，然后要猜的呢是佑廷和小童。靠你了，继续。我们俩，哎呀，佑廷哥刚刚也跟着在猜哈，他只猜出了一道题，我老婆吗？从头到尾就猜出了这道题。 最好笑的是抽到高圆圆的时候 ，Mark， 你知道老秦特别喜欢高圆圆，我知道呀，特别欣赏她，作为演员特别欣赏她，当然。所以他刚才拿到的时候，他觉得这题是为他出的，他非常开心。然后欢呼的时候，看到赵又廷坐在这，突然发现自己的快乐来得有点早。好了，计时开始。哇，七个字的歌，不要慌。哦，这个非常好。海老爷中和钟有关，时对时间对，然后呢？一首歌七个字。时间都去哪儿了？回答正确。哇！ 哇！好，第二题。这都没听过呀，这老很老的歌。花，女人花。什么？回答正确。三个字的歌曲。花，女人花。什么？回答正确。哇！这也太快了。好，下一题，三个字。厉害。你快点。 赵又廷，不要鼓掌赞赏，你要猜这什么？三个字。影视剧。这是蛇吗？蛇对。我们现在是猜什么呀？影视剧，蛇。猜三个字的影视剧。迪哥快忙死了。好难啊，这个题。这就是一个倒过来，这是什么呀？那个东西是一个角色，龙蛇老人蛇死了。最近很火的剧《长相思》，回答正确，好样的小童，太厉害了。哦，怎么这么长？八个字的影视剧，OK。 佑廷哥，你也是个参赛者呀？对，我也很努力啊。高圆圆，没有了。好，不是，这不是好，这是一个圆。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回答正确，漂亮。哦，这看不出来，这怎么猜啊？哎，我好样的，来往上走，你们两个站一个。好，五个字的歌曲名。非常正确，非常正确，非常好。那是一个什么医生啊？医生对，医生，医生对。这个在干嘛？5个字的歌名。笑。他哎，沧海一声笑。回答正确。哇！神魔鬼。3个字的艺人名，3个字的艺人名。这是什么呀？3个字的艺人名。树。木。又叫什么？树。李庚希啊。回答正确。李庚希啊。回答正确。这怎么看出来的？领狗嘛。领狗。你不要讲出来呀！啊，不要讲出来哦。哇，他们好厉害，太快了。我先下去了，靠你了。5个字，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下一题，3个字的歌曲名，3个字的歌曲名。花，玫瑰花。是玫瑰对了，玫瑰对了。什么？玫瑰。什么？玫瑰对了。3个字的歌曲。回答正确，还有机会，2个字的歌曲名。2个字的歌曲名。这是什么？2个字。干杯。回答正确。OK。 你们猜的还挺快，摆的好！哇，厉害，可以。最可爱的是赵又廷，猜不出来就我老婆。只要看见有圆圈形状的，都是我老婆。对，说实话，我看到第一题、第2题的时候，包括长相思，我觉得是有难度的，觉得有点为难他们。到后来他们找到了那个沟通的方式，那真的开了挂一样。给林更新说声抱歉啊。好，接下来。 扎微星要上场喽！哟，加油！肯定不行，压力好大呀。弟弟有什么需要跟队友沟通的吗？我能，还行吧，还行。加个微信可以。我跟你说，你们现在争取就超过7，我们超过7就行。对，如果每一题都对了，那就12题，那就猛了，好不好？好吧，来准备啊！现在4分钟计时开始，弟弟。 好，5个字的歌曲。蝴蝶，2只蝴蝶，飞舞的蝴蝶，蝴蝶对了。醉酒的蝴蝶，酒醉的蝴蝶，回答正确，好，下一题。醉酒的蝴蝶，好，下一题。4个字的影视剧。 44个字的影视剧，30而已。回答正确，下一题。哇！3个字的艺人名，3个字的艺人名。高圆圆。3个字的艺人名。这是什么？他。或。陈。 陈屁是哪位？陈屁。停。哦，这可以。易烊千玺。易烊3个字的艺人名，你看他们有相同的特点没有？这是什么颜色？嗯，白。杨。白对了。白。3个字的艺人名。 白，你看这是什么标志？屁！白敬亭，回答正确，这是白敬亭，对，不让停车，好厉害，不让停车。4个字的歌曲名，这边，弟弟。约，他这个是一首歌，4个字的歌曲名。 歌曲名《月亮之上》。好，回答正确。好，下一题。看来我们差不多了，输了，悬了，差不多了。好，来，4个字的影视剧，4个字。啊？4个字的影视剧。星空。走。星是对的。 星后面是球啊，星球对，星球大战，4个字，星球什么星球崛起？注意看它的摆放位置，星球是在把那个拿开。笑，星球笑了。星球笑了，对，星球笑了。星球是后面的什么星球？什么星球？哎，就以前有一个什么样的星球？什么就是什么星球？快乐星球。好，回答正确。快乐星球，对。好，下面三个字的艺人名，三个字。 什么？停？是这个字吧？这姓什么？屁姓屁。彭昱畅。回答正确，好，下一题。下一题，三个字的歌曲名，三个字的歌曲名。感觉有点悬了呢。不急。第五题那里。 69是什么九？影视剧吗？歌曲的歌曲名九。就那么一点，就喝一点，我丢脸！天哪！没事吧？没事。怎么回事？ 没事，一下俩人都掉下来了，小酒窝哦，小酒窝，这个表述的其实没问题，小酒窝吗？对，小酒窝吗？小酒，太难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有一个不同的这个嗨玩卡的发放了。进入下一轮的对战吧，走，来吧。 生活情感中呢需要小心思，那么装修呢也需要小心思。正所谓金九银十，最近呢就是比较适合装修的时候。正巧淘宝天猫家装节来了，现在就打开手机淘宝搜索“家装节好六”，体验新功能 AI 造个家，用 AI 技术就可以立刻生成装修效果图，还有机会抽取淘宝赠送给你的价值49,999元的装修改造，免费为你打造梦中情屋。快打开手机淘宝搜索“家装节好六”，玩转多重家居风格，解锁智慧美好生活。 好的，我们进入到第二轮的比拼了。虽然我们说这个大大咧咧啊、耿直性格也是很可爱的，但是呢，如果多在乎一些别人的感受，多准备一些心思，然后加强沟通，其实会让我们这个人呢更好的融入集体，更好的被人接受。所以接下来这个环节就是我们本轮的叫做心思你来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请嘉宾到帘子后面进行情景演绎。 那么，请各位注意，等一下呢，在里面你会发现非常多的小心思。猜对了节目组指定的小心思，一个可以记1分，没错。所以就看谁找到的更多，好不好？第一组要上场的是东君和文静，请上场。哎呦，衣服都换了哈，东君。哎呦，帅得了，帅了，一看就好热。哎，到时候换一身麻料的了。首先，我把前情提要跟大家讲一讲，这是一个约会的故事。他们认识很久了，彼此都有好感。于是，在今天的东君决定要请文静在七夕的时候来约会。这里面呢会有小心思，等着我们去发现。好，来准备，请开始表演。等一下，你表演区在哪儿啊？你好占地方啊你。 文静，不好意思，我迟到了。好，停一下，怎么了？女生故意在灯下等人，显得自己很柔光。故意找这个角度哈。但是有时候你知道，路灯下那个顶光，那叫死亡光线，好吓人的我。好，来，晚上穿的哇红的，就是让他一眼就能看到他。晚上应该穿一身黑呀、啊！不，你的黑在黑着，哈，非常好啊！但是目前都没中，我们继续往下看，好吧？继续往下看，来，这有啥心思？哎，不好意思，文姐，我迟到了。怎么你约我比我来的还晚啊？好久没见你了，见你之前不得打扮打扮？嗯，你今天这一身西装确实看你很少穿，挺好看的，但是怎么领带都是歪的呢？ 金丝，哎呀妈呀！金丝，金丝，哎呀妈呀！金丝，来来来，急了急了！好，来来来来，周周说，他那个男生一说完，女生马上就上手了，用动作来靠近他。什么叫上手文明的？上手了，上手，我又让他上手了。就是用肢体的动作，然后拉近距离。不对啊，不对。好，来，男生的领带故意是歪的，让他来弄。哇，真的假的？ 我跟你说，这个表演其实，东君在那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他故意把领带扯歪了。啊！哇！哦，这招好使啊！这招好使。那你要把扣都解开呀、啊，没来得及。等一下咱来约会，整个西装都敞开了，像话吗？衬衫在外面飞着。那么这个扎微新加一分啊！好呀，好呀，好，来，好，继续往下来。怎么领带都是歪的？哎，好了，确实挺配的。那是人配呢，还是衣服配呢？我说的是。 你的领带和你很配。哎呦，走吧，走吧。老板，来了来了。我们家的菜单，嗯，他们家的馄饨还有麻辣小龙虾是这儿的招牌，很多人都在打卡。他们家我已经收藏很久了，所有的菜我都特别喜欢。好，来上暂停啊，来赵又廷来。 我觉得他的小心思，因为他刚刻意的推荐了馄饨，是不是他在里面准备了什么惊喜？我只听说过饺子里面包东西的，没听说过馄饨里面包东西。馄饨里面包东西，馄饨里面容易顺着汤就进去了，啥也没见着就吞了。这不是正确的啊！好，来继续，来往下。 这家店我收藏很久了，所有的菜我都特别喜欢吃。那就都点，老板，都来一份。这，等一下，在这儿，馄饨，这干嘛？好，来，迪哥，迪哥，他说都来一份，做手势，别，我。其实他特别抠，对不对？ 适量，适量，弟弟，我知道，别，适量就行。在他们约会之前，他肯定就跟这个老板串通好了，我要上一些什么，我要准备什么惊喜，然后用什么手势告诉他。就是他其实提前就跟老板有商量好这件事情是对的。来，丁程鑫再赢下一分。可以啊。Cool。啊，来，继续往下。上菜啦！两位请慢用。 哇！吃一下。哎呦！趁机摸手啊！来，几个给女生下套，下手套，爱的陷阱，爱的圈套。迪哥，你是浪漫过敏吧？爱的圈套我喜欢，给他下了个爱的圈套。好，来继续。 你看看你，怎么喝的还像个小孩子一样呢？你俩忙的呀，没纸了。你自己来吧。我自己。好的。哎，来拿着。给他擦嘴，然后还说他像个小孩子，就他感觉自己是那种妈妈感的女朋友。妈妈感。妈妈，什么是妈妈？这个逻辑我理一下，到底是妈还是女朋友呀？没有，就是会照顾人，会照顾人。他就很会照顾人。不对，听一下东君下面这个台词很重要。来，准备啊！哎，刚刚的味道不是纸巾上的味道。对啊，是你上次送我的香水的味道。我还挺有品味的。哦，啊，他喷了他给他的香水，告诉他很喜欢他，送给他的礼物。不对，刚才有个细节，哎呀，哦，我知道了，他在拿纸巾的时候特意甩了一下，不对，啊、来，他拿纸巾的时候是不是故意掉了一张？不对，重点在纸巾，抖了一下，不对，纸巾先擦了自己的手，不对，纸巾，对，纸巾。 那个是他自己的纸巾，不对，从他包里拿出来的，不对，你是变魔术的，不对。来，我提示一下，桌上有几盒纸巾？2盒。他拿，然后呢？他故意拿他面前的那个。他明明可以拿自己面前这个，他非要站起来。哎呀，刚才最先说出这个答案的是迪哥。好，抱歉啊。好，来继续。 那我上个洗手间。好，我等你。文静，七夕快乐。你是要跟我告白吗？那如果是的话，你会同意吗？你想知道吗？想啊。 那我下一次告诉你。哎呦！谢谢两位。好，刚才呢，我们祝贺问心有愧和这个扎微心，老秦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呢，没有能够踩中点。 哎，下个故事我听说是搬新家办轰趴的一个这样的设定，但是一说到搬新家，这个装修啊、买家具啊，都是让人这个非常头疼的事情。没错，而且在《装箱启示录》里也有很多装修风格和搭配之间的这种极限拉扯。哦，对，装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真的说实话特别难，但是现在就不会了。我们可以使用淘宝的 AI 造个家功能，轻松搞定。哇哦，最近 AI 真的很火呀，那具体要怎么操作啊，哥？来，你看啊，你先这样。 拍一张，对吧？然后打开手机淘宝，搜索“家装节好六”，导入刚刚我拍摄的画面，然后选择现在最火的奶油风。奶油风，哎，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点击空房间，点击立即生成，就能直接生成带有家具的直观美图了。哇，它就直接有带家具的那个直观的美图了，就是根据这个空间来设定的。对，就只要拍一张照片，它就可以自己生成，而且这个奶油风真的很好看。哇。 哎哥，我感觉我们下一个场景就可以用这个来设计布置，没错。好，那就照着它的布置吧。那接下来是第二个故事，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设定啊。这个故事呢，刚才我们已经用淘宝的这个 AI 换家的这个方式，已经看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新家。这个家就是许魏洲的家。然后呢，他搬新家呢，他就邀请了娜扎和其他的一些朋友来家里聚会。周周和娜扎他们互相有好感，但是他们没有说破。 好，希望大家可以加油啊！来，准备开始你们的表演。哎，静怡，哎，上次你是说什么来着？哎，有人来了，我去开门啊！哎，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稍微等一下，来，迪哥，那个这不是他家，他租的一个租的轰趴馆，欢迎光临，都是群演。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我真是八辈子没听到。好，请继续。欢迎光临。Hello， 周周。哎，恭喜你搬新家了，这是我送你的乔迁礼物。啊，谢谢你啊。娜扎送的是什么呀？也是香水吗？啊，那当然不是啦。我送的就是香水。哦，我不太关心。那要不你就……啊，别急！好哇，怎么刚开始演场上就这么拥挤啊？好，来，文静。女朋友是他安排好的，然后故意过来挑衅一下。女性朋友。哎，女性朋友是他故意安排好的，然后故意来挑衅一下。啊，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复杂。你小心点，这个女性朋友怪怪的，她跟苏妲己有点像。啊，弟弟有吗？没有啊，往下来，继续往下。那快进来坐吧。 娜扎，要不坐这边来吧？啊，我和他们不太熟哎。哦，你们出去，静怡。那我坐这里吧。啊，你坐那边吧。来，你坐我这边。好的。哎，对了，大家都想喝点什么？我都可以，哥哥帮我挑吧。好，哎，娜娜，你想喝什么？你平时喜欢喝什么？我喜欢喝柠檬水，补充维 C。我也这么觉得。救命！女生的心思就是等着对方的读唇语，补充维 C。就他算对方会说什么，等着补充维 C， 就故意制造这种巧合。来，斗君，这个东西就是两个人惺惺相惜，马上接话。我爱喝维 C， 那个人说我也觉得，就是我们两个有共同的喜好。哦，再完整一点，来。哎，来，然后后面来啊！女生先问他，那你喝什么？他先了解对方，要再读唇语。没有读唇语。就是他呢，其实，在别人问他要喝什么的时候，这个女生其实非常在乎对方的感受，说你喜欢喝什么。一个是多了解对方，另外一点其实也是制造默契的可能性。好，所以呢，这一分加给迪哥啊，好不好？加给迪哥。迪哥，你看一路歪打，居然正着一个。好，继续往下。哎，对了，附近有一家餐厅特别好吃，叫六口水，是不是？我也知道这家店，我不知道好吃吗？好吃啊！那这样下次我带你一起去，我们可以多点几个菜。好啊。哦，我觉得娜扎姐姐还是赶紧找个男朋友吧。我身边特别多男生朋友给你介绍给你，姐姐这么优秀，他们肯定不介意姐弟恋的。哦啊！天哪！我哪里优秀啊？我一点都不优秀，我经常犯迷糊的，这谁受得了呀？你说对吧？是啊，上次啊，你把手机落在我车上啊，还是我帮你收拾的，太笨。你，哎，好难受啊！我们看的是，就这样，哎，实在不行，让他们挤，你进去坐，你参与一下，你要不要加入他们这个轰趴？答题，你急什么呀？真的急了，那个戳他头，看到好气是吧？小迷糊，他戳他头，对，戳他头，然后先碰他。这个他们后面确实是有可能会有重点的信息，所以呢往下看。但刚才你们那个其实是有道理的，就是男生会指到说上次他把手机落在我车上了，对不对？好，继续往下。太笨了。喂，你怎么能这么说？上次你不……怎么了？哎呀，不想在别人前面说你了，算了。啊，来，东君。两个人刚刚的对话的逻辑啊，就是说，哎，我不想在外人面前说你了，表示两个人更加亲近，比你们更加亲近。就他们有专属于他们两个的对话的秘密，小秘密。对，这个是好。东君回到正确，积分。有这么多心思，直接表白不好吗？挺累死我了，又点脑门，又上回又坐车的，你就说人生重在过程，又手机的，又车的。啊，我们继续。要不我们来唱歌吧？好突然。好，那我们来唱歌吧。哎，对了，娜娜，你先点首歌吧。好啊。那要不就唱这一首吧，但是我唱歌总是会破音，你可以带带我吗？好呀，我跟你一起唱。好，恋人未满，这歌很刻意，故意的是吧？为什么只和你能聊一整夜？为什么才道别就又想见面？在朋友里面，就属你最特别，总让我觉得很亲很甜。哇，好好听啊！我们以后会变。哎呀，有人扰民。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再拥抱一点点，我就跟你走。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好难唱，在一起。哎呀，你们不要起哄了，今天就是来庆祝周周搬新家的啦。其实啊。也可以使我们搬新家。那个轮流作答啊。刚才歌里面肯定有心思嘛，看谁能说中啊，尽量能够跟导演组的措辞一样，就越接近越好，好不好？哎，他有没有心思？是他请了这个讨人厌的，对不起啊。哇，这个好直白，对，是吧？太过了。你应该说剧本讨人厌，剧本里面讨人厌的这个角色，来激发起娜扎，激发他的斗志哈，斗志，对，就把他请过来，然后当一个助攻。没有。来，然后来，首先这首歌是恋人未满，中间歌词有很多牵呀、打呀，然后两个人距离越来越相近，到最后恋人成为恋人。 丁程鑫一开口说的第一个几乎和导演组的设定是一模一样，答对了90%了。先用这首歌的歌曲选择来表达当下的情境，再用歌词当中的表达制造自然而然的肢体接触，这个心思。所以呢，丁程鑫再加1分，祝贺！也谢谢我们的3位演员，谢谢周周，谢谢娜扎，谢谢。 好，那么这一轮呢，最后的总分呢，是我们庄琴腔呢答对2题，问心有愧呢答对3题，扎微心呢答对3题，好，祝贺！好的，刚才的2个场景呢，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奶油风、多巴胺风的装修风格，还有像中古风啊、北欧风啊等等。但是不管什么样的家装风格呢，都能在我们的淘宝、天猫家装节里找到心动的选择。没错，现在打开手机淘宝，搜索“家装节好六”，体验 AI 造个家的功能，就有机会赢得价值49,999元的定制装修改造哦。而且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25日每晚8点来淘宝搜“家装节好六”，还有机会免费抽取奶油风的家具哦。是的，就是现在你看到的这款电动沙发。 它是不是看起来不像一个电动沙发？但是它实则它就是一个电动沙发。哦，哎，哦，如果你去参加呢，就可以有机会在天猫家装节获得它，怎么样？超级舒服，哇，真的是很舒服，对吧？哇，家装家居好货尽在淘宝、天猫家装节，记得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9月25日，家装节会场限时享，天猫满300减40，淘宝满200减20，快打开淘宝选购吧。 好，我们进入到下面的环节。好的，继续我们的嗨完节。我们好六嗨完节呢，除了有默契的考验呐，还有有趣的表演之外呢，我们有这个勇气的表现。今天呢，我们的公主呢会遇到一点小危险，那需要勇士来解救他们，对不对？是，他们只能通过飞身踢板的挑战来解救。 每队挑战之前呢，要请我们的公主坐上惩罚椅，男生呢轮流进行踢飞板的挑战。开始之前呢，我们的勇士会选择目标的距离，如果勇士成功踢断了道具板，可以为队内积累分数，并且可以营救公主。如果挑战失败的话，这么大的一个气球就会直接爆炸。那么在这边呢，也特别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要求是起始距离2.5米。 也就是最轻松的也要踢这么远，这是最轻松的。轻松！天哪！然后上不封顶。如果你想要踢20多米的话，我们临时把演播厅拆掉，踢通。好，那么首先呢，第1位要上场的公主呢，来自问心剧组的公主小彤，请就位。有请，一来就来了。公主先选，还是你想踢小彤？我可以坐那儿，你可以踢。我们这边的勇士都属于老胳膊老腿儿了。好，那小彤，你现在要选择到底是迪哥先来还是又踢？杨迪打个样。我打啥样？我自己一个小样。我啥呀，公主？杨迪，给我们打个小样。我公主，我死了，公主。没事，2.5米你肯定可以的。 迪哥，你真的可以的，必须2.5米走哈，不能用我的身高吗？1.68米。你不要这样，我跟外面说的都是1.72米，咱俩能不能统一一下啊？我其实是1.75米了，那也不行。好，那请迪哥先选择你的目标距离是多少？当然是先打样就最轻的那个呀，2.5米。迪哥，我个人觉得你可以2.6米，浅浅挪一挪，你觉得怎么样？可2.6米，好，2.6米挪到2.6米，哇，甚至都感觉不到它的挪动哎，挪完了吗？挪完了，来，先跟我一起暖身，对，1、2、3、4，对，压，哎，剩下那几个男的，哎，暖身暖身，那几个男的，勇士们快热热身。3 2 3 4 5 6 7 8 4 2 3 4。怎么佑廷哥好像有点撑不开，他说。对。啊。 好，来，现在那个公主要发话了，来，杨迪勇士，救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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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公主，我觉得比勇士还 man， 救救我，救救我！好，你要说，小童公主，我来救你啦！他现在其实有种他当年那个男生女生向前冲的那个样，哎。 你应该来那个锵锵锵锵，你应该就行了。真的，试一下。来，我当年就成绩很差。来来来，哎呀，好紧张，悠着点儿，悠着点儿。来，准备，挑战开始，走。来了，杨迪加油，有请我走。冲！有请我走。 弟加油！走！腿都可以。落地来了一个下叉，还可以吗？他有点高，他低了。没有，第一个距离可以，他只是真的有点高，这个对吧？能不能把它插到第二格？算了算了算了，迪哥，我有一种感觉，你就这个水平啊、嗯，好吧？我这个当。 营救失败！哇，我离开的好是时候。来，小童公主，请休息。没拉到吧？没拉到，还行。但是我感觉好像我快踢到了哈，但是我下差的有点远哈。没有，差的很远吗？你的头快撞到了。好，文静上场啊！来，请坐。你要邀请哪位勇士救你呢？啊，我邀请我的男主角。 请消闲。东俊哥，东俊哥，东俊哥，馋死我了！最好笑的是，据说是男主角老秦觉得没自己事，在旁边正打哈欠，差点没闪着。来来来，东俊上，东俊上。紫泉勇士，来，先让活动开了。我那个4.5米，4.5米有点过分了吧？四米是多远啊？先挪个4米，我们看一眼，来，谢谢。上了个4米啊！ 哇！疯了吗？4米不可能吧？妈呀！4米太远了，你确定吗？韩东君，4米，你会飞是吗？我的勇士救不救我不重要，安全第一。哎呦，那3.5米吧，3.5米来，3.5米保个底吧，好吧？保底保底。哎呀，这句话真的是伤到我迪哥了，3.5米保个底。什么？3.5米保底？保谁的底？东君，你有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我觉得等他成功之后，我们再来说，好不好？嗯，因为这个真的有难度，比想象的难。等他失败了，我再来说。保底。OK， 来，台词来了。紫泉勇士，快来救我！潘月公主，我来了。我挑战开始。好紧张，好紧张！加油，加油，加油！ 哇，速度！飞了，飞了，飞了！飞了，飞了，飞了！营救成功！营救成功 ！OK。喂，你跟挂了威亚一样，真的，真的，他滞空时间得有2秒钟。哇！太帅了！我们切一下那个迪哥的 reaction。刚刚怎么了？好吓人啊！哇，真帅！ 好帅啊！我觉得我的面部表情极其狰狞，应该。我觉得有可能，朋友们，我们不要给后面的勇士压力，有可能就是这个节目的高潮，这个环节的后面好不好？后面的勇士看呆了。对，后面和大家求稳，好不好？好，来来，娜娜公主，请上，请上来。走。你选择哪位勇士救你呢？我选择小丁。我都走到这儿了，现在都走到这儿了，都站起来了。我先回家了。因为风已经吹出西周了，感情淡了。风起西周，现在吹过来了，都对。好，来，选多少呀，咱们？这个距离是3.5米，还是2.5米？再近一点好不好？嗯，对，我觉得可以近一点。没有，就这样吧。OK， 丁程鑫挑战3.5米，台词来了，来，小丁勇士，快来救救我。 娜莎姐，我来了。你没问题。丁程鑫挑战开始，加油，丁程鑫！加油，加油，加油！走，来了！走，来了！走！ 营救成功，挑战成功，3.5米，漂亮，太帅了！他这是飞踹，对，还是飞踹，还是飞踹，还好哈，还好。其实是不是盯着板去比较好？对你不要盯着那个地儿。对对对。我有请学员了。啊，什么？不是不该我做事儿吗？你等一下，勇士干嘛呢？勇士不是跟我们问题剧组一个公主位发生了一些争夺，那作为一个公正的主持人，你们石头剪刀布吧。好，到我们马克了。现在鉴于你们队没有成绩，我觉得只要2.5米也都是零的突破，所以咱们选择。可是2.5米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已经第3名了？ 没事，你先跳个2.5米，待会儿让杨迪挑战3.5米嘛。行，我挑战10米都行，我现在几米都敢挑战，反正踢不踢得到再说，反正我敢挑战。目前的这个位置是刚才丁程鑫的3.5米，我觉得其实3.5米没问题，只要动作对。佑廷哥就盯着板去。我觉得，小丁，你觉得还有余力，对吗？我觉得你可以踢4.2米。确定吗？他站我旁边都快哭了。我就3吧，好不好？3米。哇！拼了，拼了，拼了！来，请道具老师，3米。哇！3米肯定没问题。加油，加油！小凤主任，加油！哦、小然妹妹，我来救你了。哦 哦，加油哥！来，赵又廷挑战开始，加油！加油！加油！冲了！加油！冲！冲！冲了！冲了！哇，他有个滞空平行的那个，是平的耶！他刚才空中成功了，营救成功！哇，好帅啊！可以啊！练练练练练练练！你成功了，下一次也是你。我只有一次，只有一次。啊，又到文静了，又到文静了，文静。我们已经3.5米了，3.5米了，对。你再来个远一点的，我来4米来。 真的假的？哇！先给老秦摆到4米。哇，好远呀！太远了，好远！哎，等一下，你助跑助哪儿去了？从隔壁节目助跑过来。老秦回了一趟化妆间，从化妆间开始起步。你确定啊？确定吗？你感受一下。不确定。4米。 哇，这个真的挺远的，4米真的有点远了，我觉得。加油，加油，大哥，稍微往那边点。加油，加油，你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恶心。他没问题，他没问题，他没问题。我们挑战开始，冲浪！加油加油！哇，速度！用力走！哇！用力走！哇！漂亮！漂亮！挑战成功！看看看看！哇！哇！帅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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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厉害了吧！压力给到徐魏洲。来，娜娜公主，请坐。爽！你刚刚是多少？东君，你是多少？3.5米。他3.5米，他4米。4米哦！天哪！4.1米就行，4.1米就行。咱们多少？我感觉我步伐好沉重啊。没关系，我跟你说，人不要跟别人比，因为4.1米。不。人不要跟别人比，因为很有可能比不过。有道理，有道理。我们就跟自己比，只要战胜了自己，只要有成绩，就是好的，对吧，迪哥？哎，你们还在录这盘哈？录完了吗？快点！快了！好，那周周你选多少？就4.1米吧。4.1米，真4.1米。好 ，OK， 好，4.1米。哦，哇，10.1米哦。哇。 来台词啊！周周勇士，快来救救我！琉璃，我来了，我裴行姐来救你。也可以像老秦刚一样，你如果要助跑的话，可以稍微再远一点。他应该够，我觉得他够，加油啊！加油！好，来，加油！许魏洲挑战开始，走，冲，站，冲，站。 冲！站！你太厉害了！为什么每个人成功之后都有一种全世界欠了他的感觉？ 我们就这么输了吗？就0.1吗？怪我了，怪我了！不怪，是顺序的问题，顺序问题。我们能不能再来回4.5米？不用了。好，我们现在来宣布一下成绩。目前呢，我们看到了场上呢，成绩最好的是扎威西啊，然后排在第2的呢是庄秦腔，排在第3的是问心有愧。问心有愧。 下面就是大家最开心、最喜欢的环节了，那就是3、2、1，看这边。规则再讲一遍吧，朋友。好，来，2组进行对决，一个人指挥，一个人防御攻击，指挥成功积1分，并且搭档可以向对方泼水，积分更多的一组获胜，优先积到5分的队伍获胜。首先第1轮我们要上场的是下面4位：杨迪、佑廷，对战的是周周和弟弟。耶！然后呢？ 迪哥跟周周负责玩 ，Mark 跟弟弟负责泼，弟弟开心死了，弟弟就想泼，来，他巨开心。你看弟弟，你要干嘛？弟弟只练泼水，不练防御啊，防御没用。 他不防御的，他练这个，他只管把对方弄死。好，来，首先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攻。也跟来，石头剪刀布布，最开始现在是开始了吗？周周先攻，对，开始了。你先攻，来，开始了啊！啊，好，张伟看这边。好，张伟看这边，张伟看这边，看这边，看这边。 这手也太快了吧！不怪你，不怪。哎，你脸上为什么这么多？从我这扩散过去。我这么远都差点被泼到。感觉使了个大劲儿啊！快不快？你说快不快？太快了，他爽死了。 真的 ，Mark 真的不怪你，因为他太快了，太快了，根本他就这么快。Oh, no. 注意了 ，Attention please。现在杨迪输一分，杨迪进攻，杨迪进攻来，来，啊，该我进攻。3、2、1，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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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边。 这个速度就是这个速度，你还喝到嘴里了？为啥呀？周周，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啊，你除了能看右边，你还能看左边。对呀，你不要一直左边也能看，右上边也能看。不是，这同时那个其实迪哥也是这样的，他俩用同一个方向玩了好久。3、2、1，看这边！哎呀，3、2、1，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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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就一直是这样，他俩一直左右没有上下。好，来，现在比分1比1，周输了，先进攻，来，水到肚子里了，来，3、2、1，要说3、2、1看这边没关系，没迟到，没关系，不用罚一倍，我干了，自己先干了，先干为敬，拖完之后忘了抬手，快到，3、2、1看这边。 看这边，哇！你看这边，哇！挡得好，挡住了，哇！帅气，好，现在许魏洲继续进攻，现在场上比分2比1，迪哥领先。3、2、1，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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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看右边，他真的一直看右边。 我不要再往右边看了，看得我太着急了，右边不要看了，有点那个本能的要找镜头，你知道吗？不用找了，你只会这样吗？你左右也可以哥，左右也可以。好，现在比分3比1，迪哥领先，许魏洲进攻。3、2、1，看这边，我看这边，3、2、1，看这边，你看右边。他拐了一下过去了，是这个方向了，东北角去了。真的拐了一下。对，他凭借一种强大的意志力，把长距离啊，好像那个科目2那个直角转弯。对，好，继续，好，现在是周进攻，目前依然是3比1。3、2、1，看这边，3、2、1，看这边，3、2、1，看这边。哇！ 漂亮，看这边，漂亮，哇！哎，为什么每次都在他的脸上那么多啊？我甚至刚才一时没反应过来，我都没给你擦，我都给 Mark 擦了。来，好，现在场上追回来2比3，杨迪进攻。这边啊，别忘了这边还在商量的。我都紧张。 往哪儿去？来，你站，准备3、2、1，看这边！哎呀，看这边！哎呀，落枕了，差点落枕在这儿。3、2、1，看这边！哦！3、2、1，看这边！哦！哇！周周追上来了，3平。3比3了，迪哥要加油了，不能轻敌啊！没想到。 这边哈，继续。现在杨迪进攻，场上比分3比3平。来，3、2、1，看这边！哎呀，3、2、1，看这边！哎呀，撤回。对方 Mark 撤回一杯水。我已经不知道往哪儿。2分钟之内可以撤回，没关系。撤回一杯水。好，周进攻。来，3、2、1，看这边！哇！3、2、1，看这边！哇！好。 迪哥被拿捏了呀！迪哥，你怎么他人家有新手 buff 是不是？你他的眼神里面，他的眼神里面有一些看不懂的东西。危险了，危险了！赛点了，危险了！赛点了，他的眼神我看不懂了。4比3，现在迪哥落后。看这边，漂亮！看这边，漂亮！看这边，杨迪在关键时候拿回了一分，现在场上比分4比4平。我这次不能输，加油！ 好，周周先进攻，周周先进攻，来！加油！三二，你看这边！哇！三二，你看这边！哇！许文洲获胜！来！为什么？ 为什么？完全被拿捏了，迪哥。为什么？我咋了？你真的好惨！你不是跟我说这个游戏你玩的很好的吗？太惨了。他像刚洗完澡。我跟你说，现在我觉得佑廷哥可能觉得哇，终于玩完可以松口气。不，下面你继续上，但这回你是去指挥的那个。 该我玩了是吧？该迪哥泼水了。然后小童来负责泼水，然后那边是东君来玩，老秦负责泼水。可以，来！太刺激了这个游戏。哥哥，对不起了。哈哈，好开。哦，开心是不是？喂，圆圆，录节目呢。 啊啊对 ，Mark 在对，现在老秦要泼他啊啊对，嗯，哈哈哈哈没事，来吧，好来，老秦，你还想不想见你嫂子？就看你的表现。怎么又是这句话呀？啊，怎么又是这句话？不能这样，一会儿老秦赢了泼自己了。好来了，来，首先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攻，来，东君要试一个吗？ 不用了，石头剪刀布，好，东军哥先攻。3、2、1，看这边。3、2、1，看这边。漂亮，看这边。哇，漂亮，哇，你挺猛的朋友，哇，挺厉害的呀。把杯子都砸了，你太猛了吧！本来以为女生上手会比较慢，挺厉害的。这怎么事儿？曾经我跟小童拍过一部戏，在那部戏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给了我一巴掌。今天我又找回了当年的感觉。你怎么又动手打人？谁让你说便宜话？10年。 哎，10年前，10年前，他把他的掌风化成了水说。对，好，来继续，来，韩东区进攻，东军哥进攻。3、2、1，看这边。3、2、1，看这边。啊！3、2、1，看这边。啊！哇！喝水，拿盾牌，他干了。 好厉害啊！天干了，有点渴。两位冷静。哎呀，老秦没机会出手啊！怎么回事？现在目前场上的比分2比0。哦，好紧张啊！赵又廷赢2局，现在韩东君继续进攻。我继续吧。对你继续来。3、2、1，看这边。3、2、1，看这边。3、2、1，看这边。 啊！我呀！3、2、1，看这边。啊！3、2、1，看这边。我呀！我赢了！老秦！我赢了！我赢了！我赢了！想见嫂子，明白了，明白。他那句话真的，他鼓舞了我。他蛊惑了你。我知道会有影响，没想到有这么大的影响。 真的，我现在脑子里真的，我现在脑子里一片空白。啊，不是应该脑子里一片圆吗？你泼了，没必要，赢了就好了。不是，赢了就好。泼。2比1，现在东军追上1分，现在赵又廷进攻。我把刚那句话撤回，你泼吧。好，已经过了2分钟，撤回不了，就是泼了，对，撤回了，就现在是泼了也能进嫂子了。对，哦，别，不泼就进不到了。算了，许小姐，不是泼越多进的越，还有机会，我争取再赢一个。2比1，因为赵又廷刚才输了一分，赵又廷先进攻，来，3-2-1看这边，对，3-2-1看这边，对，3-2-1，哎，别慌，对，3-2-1看这边，3-2-1看这边，3-2-1看这边。 漂亮！3-2-1，看这边。漂亮！好，赵又廷再拿一分。输的我已经看到毛，我也看到小头。对，一个慢动作，掰回来。韩东君是输2分，来。他俩手的幅度很小，所以要使劲看。看这边。哎呀！哇！看这边。哎呀！哇！看这边。哎呀！ 看这边，哎呀！哇！结结实实的一下，对不起，老爷爷，我什么的？哥哥，我还能见嫂子吗？哥哥，我还能见嫂子吗？可以。杨大姐跟我一公司的，啊，是吗？哎。 你一点没有人情世故呀，哥哥跟你客气一下，你很当真啊！我刚连他快的我连眼睛都来不及闭，那我没来得及闭眼睛。哎呀，我还能看到吗？能。好，现在首先是赵又廷进攻，目前场比分3比2。来，3-2-1看这边。 3-2-1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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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哇！3-2-1看这边，漂亮！3-2-1看这边，漂亮！哇！哇！你怎么能打我的手啊？ 10年，毛晓彤，10年，毛晓彤，我跟你说，毛晓彤要泼的心呐，杯子直接扔到那边去了。10年，你知道我这10年怎么过的吗？玩挺投入啊。不是，是老七把我手上的杯子打掉了。哦 ，OK， 懂了。其实也就是双方反应都很快的意思。现在场上比分4比2。 到了赛点，韩东君还有一次机会哦，还没完啊！赵又廷压力好大。这样 ，Mark， 你再赢一次，你们就全部赢了。但是你如果输了的话，就继续要看谁先拿到5分。你现在拿到4分。哇，赛点！赛点，加油！3-2-1，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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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看这边，哇！3-2-1看这边，哇！哇！老谢你放弃。东君，老秦没有要保护你啊！老秦刚才他现在泼太大力，他现在满脑子都想着能不能见嫂子这件事。对，我发现了，是不是？他心不在这，他刚才真的没有任何反应。他的视力完全就在，你看这个盾牌又是圆的，这个杯子又是圆的，整个脑子都是。我不仅仅碰到了10年的这个一个攻击性的升级，还碰到了一个叛徒。老秦今天确实不在状态，真的。好，刚刚这一轮呢，祝贺赵又廷和毛晓彤联手拿下了这一分。你这招太狠了。下面要接受我们泡泡挑战的就是扎微星队。好，现在我们丁程鑫和风起西洲的2位主演一起来接受我们的这个非常汹涌的泡泡挑战。好，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为风起西洲鼓劲加油！现在挑战开始。今天玩得非常开心，来，我们给他们掌声。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好六嗨玩夜，也希望大家可以跟自己的好朋友一起收获轻松愉快的时光。提醒您下期看点：西出玉门剧组空降好六街，少数派的冒险，谁能直面挑战？别爱我！你去见你对象的家长，要说三个字的一句话：你好啊，你好美。明明超出了他的知识范畴，没想到最会的是我弟弟呢。 少数派反应力对决，谁是真正默契搭档？3、2、1，看这边！太过分了，过一分！老秦那句话都没说，3、2、1，呜！哎呀！雨芹成功的跟白老师组队，刘希会觉得尴尬吗？我可想看他俩组队。你好好保护白宇。3、2、1，看这边！漂亮！3、2、1，看这边！哇，挡得好！你想要什么奖励呢？我先攒着。 沙漠追逐赛，谁是真正能力者？哇，迪哥好会啊！快追到了，迪哥！前！雪芹开始追击倪妮，加油，雪芹！只要追不到就可以抹白宇了。最终，谁又将接受终极惩罚？9月30日晚，敬请期待。 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好货好价淘不尽。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期待。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好货好价淘不尽。以上就是本期《你好星期六》的全部内容。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你好星期六，你好漂亮，感谢你好漂亮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下个星期六还有什么惊喜呢？就下周六再见。再见，拜拜。